乐教师、音乐老师、审计师、职业式销售、财务、银行职员。我们是爱唱歌、爱生活的巴林娜妈合唱组 ，Spicy Mommy。这是我近年来少见的最不像组合的组合，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，好像还没有整合起来。你们是说练了多久了？练了三次。练哦，三次啊，胆子大吧？三次。我是感觉他们好像是今天录影的时候才在门口认识的，然后就进来了。你看，当然他们唯一共同点，就看起来都很开心。对他们那个幸福的笑容都是一样的，都很欢乐，那个幸福度，对。我觉得这是你们这个团最大的一个力量，这个一定要保持。六位妈妈站在台上，先生们、老公们都来了吧？没有，孩子也来了，孩子也来了是吧？有热闹死了，就是后台热闹死了。是你们出来一趟要有车队的哈？对的，就像一个旅游团一样，像旅游团一样是吧？就你们能不能把你们的那个副歌 I follow， 然后再一起唱一遍好吗？你有点想加入他们的感觉。对，可以去，他们缺这个颜色。Let's begin. Music.这句时间实在太长了，上来别动。对，你一上来就要高潮，你没高潮来那么快呢。是，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。对，任何东西都有前奏曲的，生活也是这样，唱歌也是这样，高潮永远在最后边，知道吗？对，要让妈妈 happy， 男人一定要有耐心。对，陈磊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要做个决定，你如果决定加入他们，不要再回来的话。我们立刻让你通过，好吧，谢谢啊，祝你们好运。这个组合是少见的最不像组合的组合，每个人那个幸福的笑容在一起，那个开心，那个快乐，很多专业组合没有这个东西。I love you. 各自认领老公和孩子啊。现在爸爸来告诉妈妈们他们的成绩。晋级。